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尤长靖，祝你们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关注我们北京卫视环球跨年冰雪盛典哦。你从哪里来？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尤长靖，在冬季户外寒冷的彩排现场，却表现得特别享受。问其原因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我觉得有点不同，是因为我从小就在热带的那个国家长大，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比较冷的那个天气。然后呢，这一次也是算是一个小圆梦嘛，然后就是可以在那个。”很冷的天气下面，然后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去表演，然后去呈现给大家看。然后，我觉得其实还蛮特别的一次体验。